文灿、新竹市长高虹安第一时间面对镜头微笑点头，一句谢谢，快速走进电梯。而高虹安涉贪案一审也将在7月24号宣判。导演止于智者啦，希望说这些报道里面不实的内容，我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去对这些细节再做说明。争议遭昔日助理连环报多以一句不实内容带过，但对比桃园地方法院以郑文灿有串证疑虑为由裁定收押。高虹安的助理陈焕宇曾向调查官表示，高虹安要两人前往新竹商谈。同事助理的陈焕宇和黄玲慧在高铁站碰面，再搭计程车前往香山一处民宅。高虹安见面之后，先告诫不要随便对外发言，也表示已经帮忙请好律师，要求两人把手机、电脑资料删除，最好是将手机销毁。高市长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案件发生的期间已经非常的长了，那又能够跟所有的关系人互动往来，我们不禁想问，这样公平吗？政治工作者周轩也大酸，说到串证，有个官司即将宣判的市长，还跑去自己助理家串证，从头到尾没有被羁押，暗讽高虹安。民众党在这段时间对于高虹安的案子哦，看起来是根本不愿意去碰触啦。这样子一个做法，会不会是有一些的双标，甚至是所谓的独厚自己人的一个状况？串证如何定义，交由法院定夺。而高虹安一审若宣判有罪，依法将被停职，在这风头上没有乐观本钱。三重陈记者温文轩台报道。